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 Twirl 的印页操作书，Let's Care for Baby 是最新的一本 Lift the Flap Activity Book。那这系列其实之前也有出过其他的主题，比如说最热卖的一个就是 Let's Bake a Cake 做蛋糕，这个也是哥哥最喜欢的，对不对？你是最喜欢做蛋糕？在楼下。对，我们把它拿上来了，对不对？好，那个做蛋糕的那一本，我们之前应该在别的地方可以看到有影片。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Let's Care for Baby， 就来照顾小 baby 的。为什么要介绍这本？是因为最近前一阵子常常有人问我说，家里面有那个如何要让那个大宝呢，就是老大可以迎接小宝宝，就是弟弟妹妹的新成员的诞生。那这一本我觉得还蛮适合，大概比如说2岁到4岁，甚至更大一点点的那个哥哥姐姐，让他们有心理准备，照顾小宝宝是什么样的感觉。好，那我们今天这边非常应景的有一只正在喝奶的小宝宝，还有他的一只很皮在玩的哥哥。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咯，好不好？那你不要再跟弟弟玩了。好。Let's care for baby. 好， Let's care for baby. 这本是这样翻过来的。好，那我请你帮忙好吗？你要当我的助教，你要帮我。他说，好，我们先上 上半部。就是 baby 他刚，比如说刚洗完澡的时候，他脱光光，对不对？那我们要 put the towel， 哎，弟弟。Put the diaper on baby and fasten it. Can you put the diaper on baby? 你可不可以帮 baby 穿尿布呢？那这个是帮 baby 穿尿布，是本来是这样子。那我要本来是这样子，对对，然后这样。对，那你叫对，我们家 baby 现在一直一边喝奶一边用这个脚在乱。对，要把它塞进去。对，这样子就把 baby 的 diaper， 它这里面有很多的英文的单字，它教大家说照顾小宝宝的单字是什么。这是 fastener， 就是它这边的这个系带 diaper。然后呢， baby likes to be massaged， 你要不要帮 baby 按摩一下呢？他很喜欢被按摩。还有呢， nail scissors with rounded tips， 他要帮他剪指甲的时候要用这种不会没有尖端，不会太锐利的这个剪指甲刀来帮他剪。还有呢 ，thermometer， 你帮弟弟量一下体温好不好？这样 ，B， 还是耳温枪哦，这是华氏98.6度。然后呢，再来，我们再看下一页好不好？好，你不要一直在跟弟弟玩哦。好，然后呢？就是说 put the socks on baby feet。 好， put the socks on baby feet， 让他穿好了。对，现在他这是活动式的。然后呢， a hairbrush， 你帮弟弟梳梳头，然后再帮 baby 怎样 use this towelette， 就小毛巾来帮他擦擦。 gently clean around baby's eye with the towelette， 你要帮弟弟洗澡的时候要很小心的帮他。好了，你们两个不要这样打来打，他们两个现在这样一直用脚踢来踢去，有够欠揍。好，然后帮弟弟把他的这个包屁衣穿好，好不好？他这边啊，他有一个，我给你看，你不要这样乱弄。他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两个凸起来，是要把它翻过来，他就可以卡，用力按一下，好不好？你帮我用力按一下，他就可以卡住。我比较有力气。对，另外一边也要卡住，压一下，他就可以卡在里面。还蛮用力压的。好，这样就把 Poppy 穿好了。我觉得它这插图非常可爱。好，然后再下一页咯。再来呢，他说 give baby a bottle， 然后呢我们要给他喝， baby 要喝奶奶了。然后这个 baby 是喝奶瓶的， baby is hungry， 那我们要先帮他泡奶啊。他呢这边有泡奶需要用的东西哦，然后先给他的安抚玩具，然后呢我们要帮他把奶粉倒进去让他泡。然后这边是，这是 bottle brush， 这是奶瓶，要洗干净。对，是洗奶瓶。然后呢这边是 water， 还有 formula。 然后呢还有这边是给 baby 喝奶，你帮我把他给 baby 喝奶好不好？好， baby is hungry。 你看我们家哥哥才太爱他弟弟，所以一直在亲他弟弟的脚，他想要玩真的 baby， 就没有在玩这个假的 baby。 好，哦，还有 pacifier。 pacifier 是什么呢？
什么是 pacifier？ 是奶嘴。奶嘴。对，我们弟弟现在最近已经没有喝奶嘴了哈。嗯。好，然后再来呢？可是那个我也那个很久很久以前，我有给他喝奶嘴。哦，很久很久以前了。弟弟现在在喝奶奶，他这样子。嗯。在这里，那不能再找了，找到我的奶奶。Tuck baby into the sleep sack. 那帮 baby 穿他的那个防踢被好不好？ Good night, baby. 防踢被。防踢被怎么弄？你会不会？要用防踢被。要防踢被啊！来，我试试看。这个叫做 sleep sack。它这个也是跟刚那个包屁一样的，它这样子可以扣起来。我也要弄完防踢被。baby 的吃奶嘴，然后就跟他说 night night, baby, night night, 晚安了 ，baby。好。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书，但是其实非常可爱。然后这个是就是这样咯， Play Learn Do 系列的，就是一边玩一边学。然后这边的建议是说十个月以上就可以玩，不十个月以上可能要我是觉得可能还有一点早啦，大概可能一岁半或两岁以上会比较好，因为虽然就是应验的机关，但是呢，好了，他们俩一直打来打去，那我就不要讲了，那就讲到这里了。嗯，那很快的带大家翻一下那个 Let's Bake a Cake， 其实也是很类似的机关，但是是做对对，像比如说打蛋、倒牛奶、打蛋，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对。还有搅拌，对不对？很快的帮大家翻一下。对，对，这是非常喜欢这个。哇，天哪，好难！对，这是烤箱，可以把那个打开来，还是凸出来、蓬出来。然后这个蛋糕脱模，蛋糕脱模，对。蛋就变这样子。对。还有呢？然后弄出糖，弄出糖浆上去，看起来像大便一样。哦，不要这样说哈、哦。然后还有吹蜡烛，不要弄。好。啊。对。不能一、二、三、四、三、四。好。四个。好，这个网络上应该有其他更多的影片。不要吹蜡烛。好，你吹吧。好，哥哥他每次在玩这个玩得很开心。好啦，可以啦 ，Let's bake a cake。谢谢你帮我们示范哈。还有这个。好，那我就这样子跟大家拜拜了。好 ，cheesecake， 好，就这样子了。那这就是 Let's care for baby， 还有、哦、我们真的 baby 喝完奶奶了。好。Let's care for baby. 还有 ，Let's bake a cake. 就这样啦，拜拜。